驾，薛贵史上最强火头军征战河梁，火象天敌，此战非比寻常，一起拿下铁石门。难道他只有三头六臂不成？皇亲奸佞，谋害篡国，他确实功高盖主啊。皇上宾天之日，就是薛仁贵丧命之时。郝建邦、张铁林、李小冉，未来娱乐台薛仁贵传奇。